哎，阿强，这个2万块花花吧。2万，2块钱我也不借给你啊。干什么？借个2万块钱，他妈唧唧歪歪的。谁他妈唧唧歪歪的？上次你借的还没还，又来借。我操，上次没还，我下个礼拜再还给你的。你上礼拜还的是假钞票，你还跟我讲？我讲你妈的假钞票，操什么意思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我操！你他妈敢推我！你他妈嚣张！老子我嚣张怎么样？你扁我！我不扁你就更好了！给我滚出去！妈，你个老小子，他妈你不知好歹！妈的，老子扁你！我告诉你，先后悔！什么玩意儿？操！今天不还，还借！借你妈逼！大早就搞这种飞机，真是够衰的。哎，就是，快走吧。叫死了你，做事了。做事了。这群组长好好骂你一顿。好恶心呐、啊！喂，怎么样？发现断肢啊？什么断肢啊？就是人手人脚了。快点下去看看什么情况好不好？我当然不好了。金刚、啊、我看你去吧。不行的，我今天吃素，不能见肉的。哎，阿宝你去。什么？为什么要我去啊？哎，难道叫司法部长去啊？那也轮不到我啊。为什么轮不到你去啊？这里就你最小，早点去，早点收工，快去了。好好，组长夸奖我的时候你们不要嫉妒啊。快点走啊，傻屌。好了，让开了。好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快走了。现在麻烦你们退后一点，好不好？每次都派我一个人来做。哎，那些首长，您泡的又臭又烂，分不出来是男是女，完毕。随便统统剪下来。叫我怎么剪嘛？用手剪，用嘴叼，随便你了。组长会夸奖你的。他们说话就在下面。啊，我的手下来了没有？哦，他们都在下面。这种小事啊，就垃圾事啊。组长，怎么样？什么状况？啊，只发现一些断手断脚的。据我推断啊，应该是那些偷渡客被鲨鱼咬的。鲨鱼会把那些手脚装在皮包里啊？啊。哎，组长！啊，我们整组人就一个女警在工作啊。其他人呢？不是，哎，一起下去啊！哦，好，马上下来。来，切，太离谱了。小心点，哎，好恶心。哎，你小心点好不好？来，赶快到处找一下，看有没有其他的断肢啊。没有了，都倒片了，就只有这一堆啊。别逗了，你做事总是迷迷糊糊的，被其他人捡回去那就惨了。再仔细找找看吧。是。组长，
又找谁来把这些包回去啊？不是你要包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被逼的。哎呦，哎，小心点，哎，马娘，过来过来，我有好差事给你啊。你看你的皮肤又白又嫩，你不用这样子好了，不要再摸小手了。有份差事给你，送他回家。不是送他回家，是下去捡回那些支离破碎的断手断脚。我？是啊。是。干爹，这小子，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小陈，来晚来晚了。牛奶饭，牛肉饭。想吓死人啊！你要什么？有没有叉烧包啊？时间过了，早就卖完了，只有这个了。好吧。小姐，多少钱？等一下。你到里面看着，让我来。哪位是老板呢？什么事啊？是不是请人？你做过没有？做过。跟我来。多两下看看。好了，不用了，你马上上班啊！我出去一下，多少钱？好好看着，回来再说。刘信，哎，谁的信？真林的，给我好了。只拿当房契来，我们是不可以帮你办的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他已经把店让给我了。你要有原来业主的签名或者是授权书，我们才可以帮你办。他把店让给我之后就不知道跑哪去了，我到哪里去找他啊？哎，我多给你点钱，你帮我办好就是了。这不是钱的问题啊，这样做是不合法的。怎么会不合法呢？你是律师就合法。哎呀，来，快点帮我签个字吧。这是不行的，你还是找郑林来吧。神经病。My office. Nice place. 哎。哎，组长。组长。怎么？没事干吗？有啊，阿宝在做。哎，是啊，在做。马牛。啊。这么闲看狗精啊？对了，断脚的案怎么样了？啊。哦，我早就叫金刚跟阿宝去拿指纹了。What's your name? 我全都吩咐好了，没问题的。哦，那指纹呢？ What are you looking at? 哎，你们俩去了没有？啊，在问你话呀。啊，哦，没有啊。你说过。你们这两个小王八蛋。哎，你们两个赶快嘛，去把段长的指纹拿回来啊。可是组长，那些段长又臭又烂的，拿了好恶心啊。那我自己去办喽。哦，哎，不用不用，我们自己去就行了。I really like you. 哎，介绍完自己没有啊？介绍完了。I finished. Let's go. 要写报告给我。Yes, sir. 是组长。是。哇，
Let's go in. OK。大咪咪真的好吗？好。爸的容易长乳癌了。人家长乳癌啊，切掉半个咪咪啊，也比你大呀，都不懂得自卑。一直一直掰啊！你当我瘦的了？你没看见他自己断掉了吗？现在怎么办啊？那你就当是组长的手抓了一马。当做是你的好不好？把他砍下来了。好啊，我去拿刀啊。你问这一家。No problem。警官，什么事啊？我想问一下，你认不认识八仙饭店原来的老板郑林这家人？认识啊，我常到他那儿吃东西的。对了，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店顶给人家的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前一阵子他有好几天没营业，等他再营业的时候呢，那个姓王的就当老板了，郑林就不见了。郑林在澳门还有没有其他的亲戚？有个堂弟，好像现在在坐牢。哎，叫什么名字？好像叫郑波。哎，对，郑波。郑波，请帮他做笔录。这小子挺犟啊。组长，哎，庄导，哎，早啊。组长，组长，庄导，早。哎，睡觉，坐。要不要喝点什么？不用了。真的不要喝点什么？不要了，谢谢。哦，你好。哇，你的腿好漂亮。是吗？一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是个鸡眼。你的腿马牛啊。饭茶怎么样了？查到了，原来郑林还有个弟弟叫郑波，不过现在还关在牢里面。是吗？嗯。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，你又查的怎么样了？你喜欢什么活动？我到律师事务所查过了，八仙饭店负责人还是郑林。这么巧。对呀。阿宝，阿宝。啊。怎么样？有什么线索？郑林他们一家小孩念的都是同一所学校，可是他们突然没上学，也没办退学手续。无聊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。Robert。Robert。组长，你又找到什么线索回来了？我正在找，正在找。我也知道你正在找，而且是用力的找啊。好，舅舅，啊，我还有公事要办呢，你先回去吧。嗯，人家不要了。组长，让我送他吧。轮不到你，阿宝。啊，你送一下。Yes, sir。走开，银剑不能移。男人婆，来，跟我来。看见没有，那边那个楼梯往下走，左转就出去了。八仙饭店这个王志恒他嫌疑最大，我们去找他再探探口风。是，组长，跟我来。哎，多少钱呢？7.8。几位啊？长官，什么事？你会计呢？他不做了。你是老板吗？是啊。怎么称呼？姓王，王志恒。哦，你把这个店顶下来自己做了？是啊。生意不错啊。还好。那个女会计她为什么不做了？她妈妈生病了，她回乡下去看她妈妈去了。你住楼上吗？是啊。能不能上去看看啊？可以，可以。哎，你们在这边看着啊。对了，王先生啊，你府上哪里啊？珠海。哎呦，这么巧啊！我也是珠海的。啊，珠海什么地方？啊，
不记得好久了吗？不会连自己家乡都记不得了吧？早就忘了，从小就到澳门街来讨生活，乡下的亲戚都死光了，我已经很久没回去了。照片上是谁啊？是上个老板跟他家人的照片，这不要了，没时间丢掉而已，我要丢掉了，丢掉了。知不知道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大概移民了吧。上一次问你，你说你不知道，这一次你又说移民，你耍我吗？不是啊，我也是这几天才知道他们全家都移民了嘛。那知不知道他们移民到哪里去了呢？不知道哎，好像是加拿大还是哪里啊，反正很远就是了。长官有什么事啊？没有了，我有个要好的朋友啊，他说好久没见到他了，又没有他的消息，想跟他联络一下。长官你们放心，只要有他的消息啊，我一定第一个通知你们。好啊，长官没事了吧？没事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个家伙一定有问题，为什么不把他带回去？先不要打草惊蛇，如果这个家伙有问题，晚上一定有状况。从现在开始24小时盯住他，等他有所行动才靠他回去。大家小心一点。是组长。走。丹尼，麻烦你了。不客气，我帮你查过了，这林全家没有离开过澳门。是吗？那那个王志恒呢？我看过那个档案了，拿过来。啊，来了。档案上记载着，王志恒8年前从大陆偷渡过来，大赦那一年才拿到临时居留证，前年才成为正式的合法居民。这么说，他根本不是澳门人呢。是。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哎，泡妞的时候别忘了我。晚上就去啊。好。阿宝啊，你放轻松一点，这么紧张干什么啊？组长说了，那家伙心虚，今天晚上一定有状况。不一定会有状况，组长只是预测而已啊。我警告你啊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要随便侮辱组长的智慧。组长他说的话永远都是对的。哼。Robert， 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啊？没有啊，我这边很近。不要摸鱼啊，组长随时可能会来检查的。你什么时候才不发浪啊？操乐视，快点啊！
多事而已。组长，阿宝跟 Robert 呢？他们在路口盯着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动静？那个家伙很早就打烊了。哦。Robert 什么状况？没有啊，他就出来丢个垃圾而已。丢垃圾啊？有没有检查过他刚才丢的是什么垃圾啊？就已经走了，背回来呀、啊！刚才他所丢的那些垃圾啊，可能是重要的证物。Yes, sir。来了，好像有点状况了。组长，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呢？阿牛，下车跟他。是。每次跟你同一组啊，没有一次不背的。你以为我喜欢呢、啊？你背是毛衣黑马后。哼。你看。干什么？哎呀，垃圾车嘛，我看到了。下车。查一件案子，我们怀疑你的车上有我们要的证物。打开，我们正在跑一下，让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老黄，打开来给他们看一下。哦。下呀，你推下去，就找啊去啊！你为什么不先上去？我是女生，当然应该你上嘛。你不上去，我也不上。那就一起上好喽。真倒霉啊！那就一起上了。走。跟你在一起真是。哇，这么多靠得住啊，而且都是有翅膀的。哎呦，真的是臭死了！哎呦，受不了！自私嘛，不行啊，走开。组长，被你猜中了，那个家伙真的要翘头了。我们先进去，等他入了关，然后找机会就抓他。是。老乡排队啊！老乡排队啊！你说什么？他插队。算了，不要跟他计较。组长，什么事？你叫王志恒吗？是啊，什么事？没事。
回局里问完话就行了。警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说什么烂吧？杀人的，警察打人的。好了好了，组长交给我们了。警察打人，警察打人的。阿牛，打人，你还叫？去跟移民局的人说一下，我们要带个嫌疑犯回警察局。是。来，胖子，这个人涉嫌谋杀，我们带着回去。是。走啊！进去！进去！退就不退啊！坐下！回大陆也要打，我犯法了！回大陆也用不着那么早啊！你根本就是已经把人家全家给杀了！你们别问我，我没有想起你们全家。他只说你杀了人家全家而已啊，没说是郑林家。哎，整个澳门街都知道你们在找郑林呢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那郑林全家跑哪去了？他都移民了，我怎么知道啊？移民了，他们的身份证还有他们的护照全都在你这里，他们根本就没出过境。他们没在郑家关我屌事啊？你还说谎？别他妈！你这个王八蛋出老千，跟郑林赌钱，把人家饭店给赢过来了，是不是？我是赢他的钱啊，可是我没有出老千啊。哼，人家不肯把饭店给你，你就砍断人家手脚扔进海里，你没有想到这些断肢会浮到沙滩上来吧？根本郑林一家八口早就被你给杀掉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做，不够下，不够下。最好跟我们合作，把你所做的全都说出来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我给你点时间考虑，等你想说的时候再告诉我好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冤枉我打我，你什么给我？你现在问题不大，现在是警方报告，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，组长发的告诉你们的，好不好？你先等一下。李警官，八仙饭店一家人被杀害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请问疑凶是谁啊？他动机是什么？我们还在调查当中。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，一定尽快通知各位。去你的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你这个王八蛋！欠扁呢你！我操！我丢！你他妈！这样不要打！我操！我操！少说！少说！我少说啊！我说。你们扶我起来，扶我起来吧！你他妈了个贱货，一定要扁你，你才说，到底说不掉来是吗？说下来说。好，好，别进来！警察打人啊！他们把我打成这个样子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，过来！没事，各位。这个王八蛋的王志恒，他搞得全澳门每家报纸都登头条，说什么我们警察打人逼供。这个王八蛋的皮啊，是牛皮做的，打得我两只手都肿了。哼，没见过比你更逊的了，打人会打到自己的手都肿起来。好，你这么行，那下次就让给你打好了。好啊，别没有，下一次我就把他吊起来，拿根棍子来扁他。我哪会用手打他这么笨呢？Damn it, 那个家伙一定是畏罪自杀的。这个家伙更没人性，怎么可能会自杀？小明是想离开监牢。哎呀，你大了，没出息。组长，犯人怎么样？哦，在里面。医生正在给他急救。那个家伙严不严重？哎，谁先发现的？是有个犯人发现的。你犯人什么时候送来的呢？今天早上送过来的。组长。你就不用担心了，犯人不会有事的。什么跟什么？你有病啊！送去恢复室。是。啊，怎么样，医生？犯人怎么样？还没事的。不过我就从来没见过会有人这么白痴，用铲子磨到自己的手流血，然后用牙咬断大动脉。
他根本就没有人性，有什么不敢做的？八仙饭店的案子是他干的。是啊，早知道我就不救他了，让他去死去。不行啊，那样八仙饭店的人就死得不明不白了。他的脑筋有问题，连人都敢杀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就是，我早就说过我了解组长的心事，我知道他很担心那个犯人，不过我只担心组长。靠，你真他妈的发浪。王志恒原名陈子良，他八年前因为借钱不遂杀人放火潜逃回大陆，是我们香港警方的通缉犯。我们透过国际刑警拿了份指纹，发现他的指纹是破坏过的，经过科学鉴证，证实他就是通缉犯陈子良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？如果你们澳门警方证据不足的话呢，那就可以把他交给我们带回香港去，我们有足够证据控告他一级谋杀。哎 ，That's good idea。哎，组长，这事情交给他们办，我们不就一了百了了吗？这个案子我们还在调查，有没有证据就看我们去不去找而已了。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到证据的话，到时候再交给你们。针了，我是还没打够，让你先打吧。拿根大的通知这个王八蛋。转过去。啊！我操你妈！是珠海人，又不是澳门人，对不对？不是又怎么样？哼，我们已经摸清楚你的底了。你七八年在香港犯了杀人放火罪，然后逃到澳门来的。我靠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在八仙饭店那儿当伙计，经常跟老板赌钱，骗了他18万，是不是？澳门警察专门冤枉好人的，医生你看清楚啊！澳门警察只会冤枉好人，干什么？你们还要冤枉我？哎，我希望你合作一点。不要再闹下去了，只要你肯认罪的话，在澳门最多蹲个24年，如果我押你回香港受审的话，你就铁定要判死刑。那你把我押回香港啊，起码香港的条子不会像你们这群王八蛋一样，在裤腰里面不会有人打我，在家里有人打我。是啊，我承认在香港杀人了，你把我押回香港啊。操你妈，你说什么呀王八蛋。
我操！你们打死我，反正都是死路一条。我宁愿死在香港乔氏手里面，也不要死在你们手里面。我操你妈的！那你找我们有没有杀人呢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我一定有办法让你说实话的。你能在澳门杀人，我就有办法让你在这里受审。我操！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他妈的，说不说？说！哎，你们妈的嘴还硬啊！你欠了别人！操！组长，是不是真的要押他回香港受审呢？押回香港受审，那我们岂不太没面子了吗？他喜欢玩是不是？好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不分昼夜疲劳轰炸，不准他睡觉。Yes sir。李组长，医生，我有办法。我跟你们组长商量过，从现在开始每天给他打三针兴奋剂，连续打三天。哇，那这个家伙不爽死了。三天之后我就不再给他打，那他就有的受了。到时候这王八蛋要是不说实话，就不让他睡觉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不知道啊。医生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啊，操，别动！你们给我打什么针啊？怎么样？爽不爽啊？想不想说实话啊？来嘛，说嘛，啊，乖，说给我们听嘛，听话，快说呀，告诉我们呢。啊！不是我坑你。事情给耽误了啊。哎，小姐，今天还有兴奋剂要打？没有，这是水，我个人赏他的。水那可不可以啊？放心，弄不死他的。只要不死就可以了，你尽量打好了。舒服了 ，Damn you！ 你想睡大觉，王八蛋！想睡觉了，说出来不就可以睡了吗？你说不说？你让我睡觉啊！你说出来不就可以睡了？快说！我先睡再说。再不说出来，连坐都不让你坐了。我是不是说了就可以睡？对呀，好，那我说，来啊，大声一点！啊！去死吧你！妈的！走，最后那张上过。振波是振林的弟弟。哎，
你爸呀！还敢还手？我找宋婉三餐伺候你！你给我打！拉他下来！是是。长官，救命啊！他们打我！救命啊！快点开门呐！长官，他们打死人了！快点救命啊！长官！大力，打脚！啊！妈的，你还敢打人家？真的杀你全家、啊、我只是问问问问你弄好了。喝尿可以治内伤的，真的？要不要再来一点？你的尿火气大。
哎呦，幸亏那天我没吃那个叉烧包啊。哎，睡觉了。困了困了，睡吧睡。我好累啊。那来一块。哎呀，不要烦心，在澳门又没有死刑，顶多判你个24年，七除八扣的，做个10几年就出来了。十几年？我哪有那么笨，让那些王八蛋判我10几年？我该死，看得不够干净，拿不到100分。不过你放心，那些条子搞不到我。王志恒，有人来看你。走快一点行不行啊？王志恒，我们警方现在正式控告你谋杀八仙饭店郑林一家人。你这王八蛋还笑了出来？你们这些王八蛋，老实说要告我，也不知道告什么，没证没据的，你们告什么？告我个屌啊！操你妈！哎。王志恒，你一向都是很不合作的，不过我们警方现在已经握有充分的证据控告你一级谋杀，将来到了法庭上看法官相信谁。你告不了我，你告不了我，我们一定可以控告你。你告不到我，你告不到我，你告不到我，你告不到我。不要吵了，你告不到我。你不要吵，告不到我，是不是？喂，你给我闭嘴！告不到我，你还吵？告不到我，叫你不要吵了，你还吵？没有人能告得了我。你冷是不是？我这双被也给你。有足够证据控告王志恒谋杀郑林一家八口，但是澳门司法当局最后也无法起诉他，因为他的自杀倾向非常强烈，宁愿自杀身亡也不肯面对法律的制裁。八仙饭店这宗灭门惨案也因此被迫告一段落。